这首诗叫做《金庸群侠传》。金大侠，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我的中文是你教的，教的不三不四，不五不六不七不八，中缺考试，刚好是个 F 九。我怪你的江南七怪，我嫌你的桃花六仙，不善良江南四友。金大侠，你知不知道，新加坡可以东邪，不可以西毒。 很多人读书来当黄药师，很多人去牙龙耳吃蛤蟆功。你知不知道新加坡虽然难顶，很多人没有被盖，靠一双肉掌打拼，不如靠一根手指，点来点去，纵然靠神通还是顽童，还是一窍不通。金大侠，你知不知道新加坡讲错话会做显龙十八掌，没了乞丐的丐帮变成了劳动党，抬不起打狗棒，冷不防天打雷劈。 中一招山虎冈，金大侠，佛祖耶稣阿拉跟独孤大侠一样，他们都求拜，可惜现代的年轻人跟东方一样，他们都不拜，他们有了江山要美人，有了美人要当五菱至尊，得了至尊要快马奔驰，有了奔驰还要大楼，有了楼有楼，年轻人就是喜欢有楼，就所谓任我行的有楼，我树我故我自顾。 关在西湖写个五字天书，琴棋书画老虎里糊涂。金大侠，您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。丹青生整天玩着美图秀秀，秃笔翁不再写字，只会打字。黑白子输给了阿法头。黄忠公不再谈情说爱，他只学 DJ 混音。你的西星大法输给了戴森吸尘机，你的六脉神剑输给了拼音输入法，食指习用。路上的行人咀嚼着苹果味的三尸找神丹。 所谓的三师就是失魂落魄、行尸走肉、五马分尸。所谓的五马就是马上、马丁尼、马赛迪、马沙拉提、马来西亚。金大侠，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了。华山论剑铲平了，改了姓的洛尼高速公路。匣子大者叫做真龙宝虾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情就是往右边滑，没情往左边滑。太极拳传下来的传到高级部门。 路见不平，我们叫很多印度朋友把它弄平。金大侠，你的英雄们都不行了，石破天不识字，只能扫街头。东方不败惹上了377 A， 小龙女不讲英文不受欢迎，杨过残障人士，乔峰外来工，最惨的是郭靖被分流成普通学术。只有韦小宝并三出不烂之舌，先做了显龙乾隆的私人秘书，长大以后还可以当总理。 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请罗涛的妈妈。